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。芒区的唐人街也特别老，现在快要到中午饭点了，所以街上人还挺多的。小笼包，唐人街里的这条小街是我们最喜欢逛的。龙须糖，越南河粉这儿也有，居然不止一家呢。这家是新开的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呢。每一个唐人街肯定有一个中药铺，这间卖烧腊、粥、粉面、饭。This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have. 看着不错啊。刚刚吃饱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老的码头转一圈。马老码头就在这个下头。